我的素养告诉我不能骂人，要不然今天我高低整你几句。这种两梯七户的，真的不建议外地的粉丝考虑这样的房子。哎呀，这民宿太有旁边有民宿太吵了。啊，崩了崩了，老马的心态崩了哈。老马在考虑啊，是不是也要换房了？怎么的呢？就是昨天晚上啊，老马大家。一借着这个视频也跟大家说一下，不建议外地的粉丝来到荣城考虑这种公寓性的住宅，真的很闹心啊！像昨天晚上我旁边的民宿啊来了一帮年轻人，又半夜了哈、啊，就是又唱歌又喝酒又闹的哈、啊，真的很闹心。再一个就是每天在家里啊，看着老马住的小区二期的一个变化，我现在在二期哈，啊，我真的要是不是该重新考虑换房了？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参观参观我们的二期，真的。挺让我心动的，因为我对这个周边呢、啊、和这个小区、啊、我太了解了，真的二期比一期好太多了啊！我带大家参观参观，看看我现在在二期啊，你包括你没看园区里边这个啊路啊，全是这种健康步道啊，你看这个楼间距，这栋楼到这栋楼的楼间距啊，100多米的楼间距，对面呢是老马住的这个高层两梯七户的。啊，现在呢做民宿的非常多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闹心，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儿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啊，外地的粉丝啊，想来荣城的，想提升生活品质的，那你就别考虑这种房子了啊，这种公寓类型的。你看人这个园区啊，包括绿化呀、啊，包括它真的是在从跟一期对比，真的有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啊。你瞅瞅，你这个园区那面呢，就是咱们这个叠拼别墅。啊，这边是小高层，南区还有高层，啊，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到商业街，包括他这个这个售楼处有沙盘，我也到那个沙盘上给大家说说周边的环境和配套，啊，我现在带大家过去看看，完一会儿呢，我上楼上吧，再找个户型给大家拍拍这个小区的户型，也这个户型也比我们一期要强太多了。从这个角度呢，对这个小区呢，啊，更有一个看得大家更直观一些。老马就在这栋楼上住，出来这面一路之隔，黑松沙滩大海，这面是海，西侧呢啊是湖，啊这面就是二期，一会儿呢我带大家到小区里边去看一看，真的是一期和二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、啊。这面就是北侧，啊少年宫游泳馆、室外体育场，这个是室内体育馆。啊，这是这个政务中心，荣城最大的购物中心。再往从这个楼再往这边走呢，就是荣城的中医院。啊，从这个小区周边生活很方便，而且这个小区呢，这就是小区内部的商业街。东边呢，从这个角度呢，就可以看见啊，沙滩、大海、黑松林。这个小区的商业街现在已经在运行了。南边是三期，西侧就是樱花湖。现在我下楼给大家拍一个户型。老马现在啊、带大家来到楼上了，这个就是小高层一梯两户，这面呢是102平的两室两厅一卫，啊，西边户这面呢是3室2厅2卫的。我给大家今天啊拍拍这个102的，我感觉一般的哈，咱外地朋友过来也都够用。这面一进来啊，这是一个餐厅啊，北向的厨房，这个也是一个全明通透的一个户型，南向6米的一个棚厅，包括这个大阳台。啊，非常敞亮，就一进来就是心里特别亮堂的感觉。下边就是商业街啊，商业街这个完全现在都已经成型了，你看超市、饭店呐、啊、健身房啊等等的全部都有。东侧哈、啊，西侧是樱花湖，东侧呢这边也能看见就是沙滩、大海、黑松林。啊，其实这个跟一期对比起来，其实的环境都是一样的，配套也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这边的户型会更好一点，居住的舒适度会更高一点。啊，南北两个卧室，啊，这是大两居哈，啊，这个咱们卫生间呢也是有窗的，啊，房间各个房间呢也都是够用的，这个户型真的是很舒服啊，因为这种小高层的低密度的，其实有的地方叫洋房，有的地方叫小高层，啊，居住起来舒适度会更高一点。啊、今天呢这期视频呢真的是从昨天晚上啊让这个隔壁邻居啊。给我气着了哈，我今天呢也是来到二期这面，又重新的也是给大家拍个视频嘛，我也带大家也参观一下子，真的是，给对外地的粉丝啊，真的一句忠告哈，真的咱们从别你的城市来到这个城市，那你是想提高你的生活品质，
那你要如果要遇到我这种情况啊，就是旁边就是民宿，那你是不是会很闹心呢？对不对？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哈，东有海西有湖的，又有这么好的配套，这么一个小区，但是你居住起来不舒心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就是这种公寓型的房子呢，老马不建议大家入手哈。老马呢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该换到二期来，因为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这个位置啊包括环境啊真的是非常好。行，这期视频呢老马也带大家参观二期，我参观完二期了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老马是不是该换了？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。